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问说哈，下列何者哈为这个方程式的根呢、啊？底下的这个这些都是 sin、cosine 好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它有那个三倍角的那个关系啊。这个东西哈，我如果令呢 x 哈是等于 cosine 西塔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把二抽出来哈，这四。这 cosine 西塔的三次方减掉三 cosine 西塔，那这个会等于负一，那这个刚好是 cosine 西塔的 cosine 的三倍角，那二除过去，那这个是 cosine 哈三西塔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负一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三西塔哈就是多少呢？就是那个120度了，三西塔哈等于多少哈？120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 cosine 60度是等于二分之负一嘛，就是说，二分之一啊。这个如果是60度的话，那 cosine 西塔这个是二分之一嘛，所以这里哈，这也是60度的话。那这个是负二分之一啊，所以这个是多少？是120度。好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呢，西塔是等于三四十度了。所以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cosine 40度。哦，因为这些答案都是，cosine sin 的那个锐角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哦 ，A 选项是 cosine 40度，那 B 选项是 sin 20度。不对 ，C 选项 sin 40度也不对 ，D 选项 cos 40度也不对 ，E 选项 cos 20度也不对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